啊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。那今天就再度来到永和的这间米粉汤店，30年老店。然后名字还蛮饶舌的，那个怕念错，所以请老板娘帮我念好了。我可以看到现在就下着雨了。好，老板娘你好。啊，前贵店就是叫做永福桥头米粉汤。永福桥头米粉汤，好。啊，今天这样看起来应该粉汤吃得到了啊。哦，早上小菜也比较多呢。好，那菜单再照一下，今天是个不一样的永福桥头米粉汤。因为选择性困难，是问老板娘好了。因为蒸米粉汤我已经吃过了，那您觉得卤肉饭好还是意面好？看我喜欢吃哪一样？对啊，因为我们这里的客人都是自己喜欢吃的就会自己点啊。哦，这样哦。对啊，因为每个人吃的东西都不一样。看你喜欢吃哪一样。啊，那不然我改粉肠当跟大碗卤肉饭好了。好啊。哎，谢谢。啊，汤的话就是这个汤底嘛哦。你要用这个汤吗？就原来的汤好了，原来的。哦，原来的汤。好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这边也有菜单了。好，那这个卤肉饭就好了，现在试试看，感觉还蛮大碗的。还可以啊，饭稍微黏一点，然后肉燥比较松散。好，至少是热腾腾、热腾腾的。那个人就觉得就是，虽然没有经验了，但是就是算是传统的卤肉饭。就是安全牌啊，安全，然后70分啊。主要是因为饭黏了一点啊，然后这个肉燥松散了一点，酱汁比较没有像我期待中那么浓郁的感觉啊，就是满满的酱啊什么啊，这样看起来就像是白饭上浇一些卤肉这样子啊。好，那吃得饱，但是就是没那么精致啊，个人觉得啊就还好，70分啊，卤肉饭。好，再来是粉肠汤，粉肠汤看起来好像卖相还蛮不错的啊，蛮多的啊。好，多加一点胡椒粉啊，现在吃吃看啊。粉肠汤看起来好像还不错，嗯，然后这个就对了啊。好，粉肠蛮好吃的啊，然后汤头也不错，油脂味道蛮香的，嗯，那很可以啊，然后量也很多，啊，粉也很饱满，吃得出来是很新鲜的粉肠，然后赞啊，嗯，啊，这个吃起来就爽快的感觉了。啊，朋友啊，粉肠汤都建议一定要点啊，赞啊。嗯嗯嗯。哦，量很多哦，赞。嗯。我在国外吃不吃得到啊？好，那推荐就粉肠汤配白饭啊，这样应该会比较优一点啊。
然后这个油脂蛮香的哦，然后粉也不错，粉的味道也蛮美味的，好吃。然后今天早上这个粉肠我觉得吃起来很赞，好，那分数我觉得是90分，量也很多，赞。好，那个人觉得用餐之后觉得还蛮不错的 ，CP 值蛮高的，可以来吃吃看。如果你就住这附近的话，就可以来吃吃看，还 OK 啦哦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。那今天就来到台北市的吴兴商圈早市，那就带各位朋友看一下除夕夜的早上的菜市场啊。这个是发糕，还有粉红色的。好，勾到人家脚踏车了。好，早上菜市场依旧热闹。你想要吃什么？啊，早上菜市场很热闹啊。这个叶藤记之前有拍过的，就是有美女的。吼得很可怕啊！干涩，这盐味，很好吃啊！200，这个200哦，哎，200，一样，那200啊，这个是炸物。好像只有过年才有这一摊嘛。哎，我们平常的也都有。我帮你装好不好？礼拜几会有？礼拜天。礼拜二都有。我要切成两。礼拜天、礼拜二，好。帮我切成两。好，因为妹妹很可爱，那就把这个炸物介绍清楚一点。叫基隆天妇罗嘛。对。嗯，好。对。这位姐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当天现炸的哦。当天现炸的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那祝生意兴隆。谢谢，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，哎，好。拜拜。好，那小姐都很和气啊，所以这一台蛮值得来消费的。哎，老板娘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要拼到什么时候？拼到下午了哦。哎，对。好，这样。要把这边全部卖完，辛苦了，哎，漂亮哎，好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好，这边是山药啊，一人一盘100块，快来买，好吃啊，这边是酱菜啊。
梨山高丽菜一颗100块。这个不错哦，好彩头。一只火腿。哎嗨，新年快乐！哎嗨，新年快乐！哎，新年快乐！哦，这个就是上次有曾经来消费过的狮子头啊。哎，固定周四。哎，今天先走菜市场一下。哎，好啊，好啊。哎，你上次没有拍到我现炸的画面啊。OK， 好。好，现在就正在炸了啊！等下差不多3分钟起锅，三分钟。那这位漂亮小姐是？我女朋友。女朋友啦，不是太太啊。即将。哦，即将啊！不是这个时候，应该是还没有女朋友啊。这时候有了啦。好，谢谢啊，现在旁边当然是有。好啊，好吃哦。好，加油。在旁边要走大颗的是6颗一回来吃，小颗的10颗一回来吃。今天所有大大目前剩下可以吃看大颗的。哦，好，谢谢。给你们看，这个是今天炸起来。好，那今天这个菜市场就很热闹啊。快，要去你了。好，生意好到爆炸！这一摊生意也是蛮好的，豆腐。这边鱼很漂亮。青菜便宜卖啊！青菜便宜卖，一斤10块钱。没有，没有那么便宜啦。好，然后我的粉丝来打折，打到骨折。你的粉丝，哪边的粉丝？YouTube 的粉丝来。YouTube 的。对。当然啦。对，要快点拿，今天只有半天而已哦。这样哈。对。啊，一斤就15块嘛。没有，一斤15块，该便宜的我会便宜。哎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啊，店名在。店名在那个富邦银行旁边。好，富邦银行。288号房间。好，288号，好，辛苦了，加油。谢谢，加油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发财。哎，恭喜发财。好，那老板娘这个很和善哦，然后这个相信一定是很美味。谢谢。哎，我生意好像做很大，这样很多菜嘞。对啊，很多啊。哎哎哎，加油。哎。好，那老板娘这么亲切，下次就决定找老板娘搭档了，这样。好，没问题。真的哈、哦，哎，我们就这个。小珍都常来找我，小珍都在给我买菜呢。小珍是胡瓜女儿吗？对啊。哦、真的哈、哦。哎，她也现在那个给我那个什么 ，YouTube 是不是可以找到她的影片啊 ？YouTube 啊，也有我啊。这样哈、哦。对啊。好，那恭喜耶，就变菜市场名人了。哎、当然啦、啊。哎。台中丰原的美女。哎相信啊，相信啊，你笑起来很开朗，当然是美女啦。哎，无心市场一枝花，当然人就是要开朗才会漂亮啊。哎，每个女生都很漂亮啊。哎，啊就是要开朗。对，对，每个女生都很漂亮。哎，我是这样认为的啦。哎，所以您这样笑容满面，这个影片看起来也很好看啊。对啊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哎，好，这样，拜拜。新年快乐。哎，新年快乐。哎。那老板娘这个生意这么洪亮，应该很快就卖完了。好，谢谢。
就算是过年的当天呢、啊，肉也猪肉也蛮多的啊。这菜市场也是很热闹的啊。哦，哎呦，很多东西卖光了、啊。粉红色的发柜好像蛮流行的，哇，这个很漂亮哎，草莓的呢，加水哦。哦，这阿红润饼也有出来啊，阿红润饼，米其林。推荐。哦，太拼了哦！就算过年当天也要赚饱饱啊，不，那个过年当天也是要服务大家嘞。嗨，新年快乐！哎，啊要，今天是最后一天嘛？对，今天最后一天。哎，想吃的朋友赶快，不然就卖光了。12点就收。12点就收，好，加油，赞哦！17.47，自产自销。小玉米。这个新鲜度跟这个的新鲜度会有差，因为它不会，它没有炒那么快。哇！音乐声音很大声。这个我常来买啊，这家的肉摊的猪肉还蛮新鲜的。这一摊生意也很好，可见这个海鲜类也蛮新鲜的啊。哦，海鲜很新鲜。小姐和我照的地方是同样的，新鲜的鱼。OK， 这样。对，现在没有肉夹。曲折。这个凤梨也是好彩头的象征之一啊。这个是牛肉类。每一摊都有每一摊的故事啊。啊，这个红萝卜的话是带叶子的话会比较新鲜。好时机。哎，就介绍一下菜市场这样子。哦，烟鸡一只要差不多1000出头啊，蛮大只。对对。哎。鸡，母鸡，大概400至600都有。嗯，谢谢。好，对。老老板娘蛮客气的。半只三百五。我们赚回去。对呀，你是
现在应该等一下又开始喊了啊！豁出去，最后一天一样35，三样100。125啊！你要喊一下吗？来，2只50块。2只50块啊！2只50啊！好，收起来，这个2只50。2只50。好，谢谢。开心，最后这边250块。小姐没有喊。我以为小姐还会喊。结果小姐没有喊出来呀、啊。啊，这个被包围的就是那个上次买过那个鸡、啊，台东土鸡。牛峰拿包在，生意好到爆炸啊、哦！完全看不到老板娘了，赚很大。老板娘，新年快乐！好，太忙了。啊，水果摊啊。啊，总之这个好彩头也是这个新年的象征之一啊。啊，再就到路口了。小小小番茄，好可爱啊！寿司啊！寿司很漂亮。连姜片要不要？要好。如果有点震动就不好意思了，因为还是会跟人群交错。我就想听他喊一下。250块。太棒了。好，这个就是菜市场的叫卖啊。250块，因为这个叫卖是不一定什么时候的啊，那就有听到一下就好了。啊，刚掰到一半是这个牛肉的，牛肉有三种。啊，如果拍得很没有完美，没有很完美，就包含一下。这个是过年的新糖。啊，因为过年逢年过节都是要三牲啊，所以这个肉类的话是会生意蛮好的。是萝卜糕，嗯。那这边是糖类。哎，你好。谢谢你。
桃、苹果、草莓。来，今天阿爸嘛买四条五十块。好，这一摊生意也是好到爆炸了。老板娘蛮和气的，145。我每次煮鸡汤都是跟这个老板娘买的。好吃的豆包。好吃的豆包。来，今天没关系。哎。一颗345，一盒100嘛。一颗345，一盒100了。好吃的豆包。好吃的豆包。你有什么？应该要这样喊出来啊！好 ，OK， 好，那帮你拍一下了啊。好，那个都有这个认证的啊。好，加油！哎，哎，是这样。哎，加油！哎，啊，喊出来才会有生意啊！对啊，苹果好吃哦。苹果好吃哦。对，日本新鲜的苹果好吃哦。看一下。好，这样我喊出来就怪怪的了。对呀、啊。排盘的就是你现在剩下那个水蜜莲雾，那个排盘的呀。水蜜莲雾是排盘的。重就是不能加水。莲骨沙，好、哦，这个好吃，这个、啊。没清面积，要250就好。好，这个每次看到都试试一下。有比较咸哦，会比较咸。比较咸，对对对。因为我这一锅汤煮的是20斤的。哦耶！130能卖100。老板蛮诚实的，是蛮咸的。可以挑哦。但是好吃啊。八三百是吧？哎，我再加点梅子哈，吃不完，转紧。这个就是火锅料啊。但是菜市场还是有很多可看的东西啊。一定超级好吃的。番仔楼卤味。最后一天呢，大家就抢着要采购了，采买。新鲜玉米。水果玉米。谢谢。羊肉。1斤250。
然后也有牛肉。今天最后一趟了，要带去啊。好，羊肉今天最后一趟。照下了，北港羊肉炉。还要几斤？还有几斤吗？漂亮的豆腐。只要这个鸡肉类的生意都超级好。这里全部都是草莓。好，这样就走一圈了。那我再回到我的车子那边。哦，快到了，然后想说，哎，怎么没看见？菠菜对，菠菜、金光菜、茼蒿、挂菜都有。王嘉威，挂菜包啊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逛菜市场逛得开心了，然后这个要携带雨具了，拜拜，祝各位有愉快的一年。